取开关功能说明。机器电源开关 ，on 状态是机器电源打开 ，off 状态是机器电源关闭。切换开关，切向左边为设定模式，切向右边为自动模式。人机荧幕画面区，马达启动按钮开关，按下后马达开始运转，运转指示灯亮。马达停止按钮开关，按下后马达停止运转。如欲重新启动，则顺时针转开开关。一、鞋型画面页显示已完成的鞋齿数量，鞋齿产量的数量归零键。按下清除键，鞋齿产量的数量归零。显示当前工作结帮之鞋型名称，显示当前工作结帮之鞋型的档案号。按此键进入鞋型档案页，供操作者查找鞋型名称或相关储存的位置，记档案号。按此键进入开关功能页，储存键。进入鞋型删除页，鞋型删除页删除的是当前鞋型，请确认是否删除。按此键快速进入鞋型设定页，按此键快速进入开关选择页，按此键快速进入计时器设定页，按此键快速进入手动操作页，按此键快速进入压力设定页。开关功能键，二，开关选择页。压座的压轴模式之抵押模式，即上下压模式。压座只用一次低压的压轴模式。压座的压轴模式之前后竖紧及上下压模式。压座只用一次高压的压轴模式。压座的压轴模式之全压轴模式，压座只用二次压的压轴模式。下一页，特殊压轴模式选择开关，即先压座低压加压，然后再前后竖紧车压动作。各机构动作压力持续模式，按此键进入计时器设定页。三、计时器设定页，控制一次低压或一次高压模式下压底的压轴时间，控制压前后橡胶束紧的时间，控制摆杆摆出的时间，控制前后束紧推开，压缩下降延迟计时器，控制压底二次加压的压轴时间，控制压前后橡胶回位的时间，控制摆杆摆进的时间，
控制侧压橡胶束紧的时间。控制侧压橡胶回位的时间。下一页。此页面时间设定同上一页说明。设定完成后，按储存键储存。按此键进入维修操作页。四、维修手动操作页。按此键，侧压橡胶块强势退开。按此键，侧压橡胶块强制助行。按此键，压前二橡胶块强势退开。按此键，压前后橡胶块强势束紧。按此键，压座强势下降。按此键，压座强势上升。按此键，摆杆强势摆出。按此键，摆杆强制摆入。按此键，压座强制高压上升。按此键，进入压力设定页。五、压力设定页。设定侧压橡胶束紧的压力值。设定侧压橡胶回位的压力值。在低压模式下，设定压底压左的压力值。设定压前后橡胶束紧的压力值。设定压前后橡胶回位的压力值。在高压模式下，设定压底压左的压力值。设定压座上升的压力值。设定压座下降的压力值。设定摆杆摆出的压力值。设定摆杆摆入的压力值。下一页。此页面压力设定同上一页说明。设定完成后，按储存键储存。按此键进入当前结形画面。六、操作开关说明。绿色按钮开关，双手按下后，左侧压座各部位机构开始动作。红色按钮开关，具刹车作用，按下后左侧压座各部位动作回位。绿色按钮开关，双手按下后右侧压座各部位机构开始动作。红色按钮开关，续刹车作用，按下后右侧压座各部位动作回位。七、微动开关说明。
压座下降微动开关，控制压座下降停止，百感百出，机器回复计时器断电。微动开关，百感直立碰触后，压座上升。微动开关，压座上升碰触后，压前后橡胶触紧。八、压力表说明。显示泵浦工作压力值，一般微为40 kg。显示压座一次、二次压力的数值。显示压前后束紧橡胶的压力数值。显示压边橡胶块的压力数值。以上压力表压力可视生产的结型做适当的调整。